所以你们喜欢霸道的吗？应该像是有时霸道，有时温柔啊。对啊，对对对。如果一直霸道的话，这有时候你就会真的会跟他打起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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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如果讲话都是说，你去给我做饭，那不行不行。你去给我躺着，要干嘛？休息，你感冒了。那可以。对啊，就是那种他不会说，宝贝，你赶快，你生病，你赶快躺着休息啊。就是说，你赶快给我躺着啦，你都病成这样了。这也是另外一种温柔啊。我跟你自己讲的，自己都心花怒放。是他的菜，是他的菜。自己都讲讲都害羞起来。来，谁最喜欢切披萨？你们猜猜看。我猜是徐熙娣。猜错喽。我猜是刘汉雅。我就知道你会说我。我想切的，我的手都一直这样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来切，我来切。谁？我不吃，谢谢。你不吃？我就是一直感到反胃。你不吃，那我吃，我不是一个人变胖吗？你怎么有这么邪恶的思想啊？你所以我怀孕变胖就是因为你一直叫我吃。你真的好可怕哦！你要我讲几，我都讲到哭。他那时候怀孕的时候，他一直问我说：“会吃甜甜圈什么什么。”然后你也知道他受孕过程多辛苦。然后好不容易怀上，然后我就说：“珊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。”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因为我真的是心疼他。女人，我觉得只有在怀孕的时候，你不要转移话题。重点是他说。你不吃，那我一个人吃，不是我一个人发胖。因为我老公每次都说你妹在害你，你不要老听他的。我哪有害你呀？我没想到我老公讲的话才是真的。就是现在我真的发现，我要跟我老公说声 sorry。你们自己评评理，我有害我姐吗？我刚刚那句就是个黑色幽默，你们不懂吗？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我只能去找五妹了。五妹，五姐啦。哦，五姐。你们俩干嘛一直对看摇头？没有，就是拿你没辙。我好羡慕隔壁那两桌的友情这么的淡然，然后这么的稳定。姐，我们不是友谊而已耶，我们是亲姐妹，有血缘关系，那才更可怕。多少人希望我当他们的妹妹啊！哦，哎呦，哦，能插到你背了吗？插到脚背有吗？你那个声音非同小可，你有没有受伤？小轩，如果插在你背上，我真的我愿意做赔偿。能成为你的朋友，我已经没有再怕这种事情了。对，我有这个妹妹，我也是觉得背后都插了那么多把刀了。你们不要一直妖魔化我好不好？那你可不可以正常一点啊？我也没怎样啊。不正常，我拿那个披萨，我就猛打自己头。哎，不要不要这样子。我说你这样掉叉子，然后插到人这些东西，你可以避免，小心，不要乱动。所以掉刀刀，掉刀刀怎么掉？掉哒哒不对我的豆，我知道不是你的豆啊，但是你掉那么多，这就对你的豆。哎呀，以前我爷爷奶奶讲山东话的时候，我都没好好学。我也是，我也超想念我爸的山东腔。
你爸也不是山东人。我爸是江苏徐州人，他的那个腔调就跟山东腔调很像。萧牙，萧牙，萧牙。对。哎，那你，我是湖北，湖北湖南走一回呀，山南山南，你们不要这样子。山北，旁边有客人。山南山北走一回呀，好可怕。对话，林浩小也不约我，想说你会看到，会自然会出来。我看不到，因为我很不舒服，我的眼睛都是花的。你是哪一种不舒服啊？你不会是要昏倒的那种吧？就是昏倒症。真的假的？你要不要我帮你按一下？那你刚刚有喝那个吗？多羊水。我房间已经没了，我还。篮子喝吗？我就想，可是你知道这个又我希望我的膝盖能够恢复成年轻的样子，就不要这么多的那个吗？就是生完小孩之后，膝盖这边就变凸出来，因为我觉得膝盖是一个很漂亮的器官，而且很重要，又可以展现性感，可是我现在都不敢露膝盖。可是我的膝盖一直来都不好看哎，我的也是，我的也是啊。我觉得膝盖很难好看。对呀、啊，膝盖要怎么好看、啊？豹哥，你热吗？我这下面也能泡脚。Thank you.